今天吃红烧鲫鱼，笋子。咸香牛油的咸鸭蛋，下饭了。刚刚吃粑粑，好新鲜。红烧鲫鱼，好吃。这个鱼我焖了好久，炸给你吃点肉，刚刚回来，他是不是闻到我吃鱼就回来了？啊，既然不吃，吃猫粮吃惯了，鱼他都不吃了。
挖了一个小竹笋。炒了一个香菜，没豆腐。老了。